如今岳云鹏火了，常调侃自己的长相，其实他经常因为长相文化程度不高表白被拒。好在在如今的娱乐圈，小岳岳没有颜值傍身，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。还有不少如今的男神女神都曾有过这样的心酸，拍《还珠格格》时林心如就被电视台领导嫌太丑，让他直言如果真的被幻觉自己又退出演艺圈实在太丢人。容祖儿15岁靠唱歌出道，却因长相平凡，不仅发片没办法露脸，还被唱片公司以长得不漂亮解约，因为很有观众缘才幸运得到老板赏识。佟丽娅在中戏念书时已经开始接戏，一次面试就被一个知名导演嫌长太丑，让佟丽娅如同五雷轰顶，从此对自己的容貌十分在意。张信哲因为长相一般，最初发片时只能在电台打歌，逐渐走红后上电视节目，竟也因为形象不够好被拿下。欧阳震华有 TVB 收视辅将之称，但1982年初入读无线艺员训练班时，他自认是训练班最丑的一个，班里的梁朝伟、张兆辉、关礼杰全部出道，他却被导师劝着转型到幕后，还被导师问有没有兴趣做体育记者。因为知道自己其貌不扬，欧阳震华一开始就脚踏实地跑龙套，熬了4-5年才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春天。韩星瑞曾自曝出道前因长相不怎么出众，只会跳舞唱歌没有人支持，在同行中也有很多人瞧不起自己，刚踏入娱乐圈的时候还被同事们歧视，就连成龙也因为长相而在武侠小说家古龙面前忍气吞声。古龙觉得成龙大鼻子，长得又不帅，很不满意，甚至当着成龙的面说自己小说中的男主角是给狄龙、尔冬升拍的。成龙听后只能默默找个借口去了洗手间大哭一场。